王子又出来跑工地了，跑完了，然后有后台网友私信我，有的说是想考虑我们草滩这边。我现在是在看西安的北郊草滩这边，然后这边是看上西路，有很多网友朋友是买的这个楼盘，看绿地。咱现在刚好路过，咱用无人机上去给大家看一下，包括这边的草滩一路，哎呀，也修了可能最少有一年了，一直没开。咱待会儿从无人机从那边过去看一下。然后这边的绿地，大家知道这绿地哪个牌吧？其实这位置很不错，包括那个经开第五学校，然后上面的那个绿城，然后边上那边的看村民里，然后有的是买，有的网友是买的这里，有的是准备要买，问我咋样，我说怎么说呢，就是它价格在草滩相对来说是价位相对低的，应该是好像13,400吧，但是今年整个西安这边都是卖的不咋好，反正我说你根据自身预算吧。有钱的买最西北边那边的天城，大家知道多少吧？25,000起底，但是自己前段时间就是登记了，听说卖的也挺不错的，卖了有30%，一套房子都在400,000-500,000。看，咱现在有无人上去给大家在天上转一圈，看看。